我说一句公道话，真的是苦大仇深。哦，开心，何开心，这是你应该说的话吗？你带着这样一个女人在外面鬼混，被我们家娜娜抓着了，你不仅不向她道歉，反让你带着这个不三不四的女人欺负娜娜，我对你太失望了。我觉得你们俩的婚事，我需要重新考虑考虑。伯母，妈，我不管胡娜跟你说了什么，我不想解释，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必要解释。但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说清楚。 就是你呀，根本就不用考虑我跟他的婚事，因为我根本就不喜欢他。你瞎说！明明说你喜欢我的，我什么时候说的？你就算跟我怄气，你也不能说这样的话呀。你知道你这样说，有多伤我心吗？你有病吧你？哎，你也太过分了，怎么能这么对娜娜呢？何开心，妈，是不是你通知我妈的？是又怎么样？你瞎说什么呢你？啊，妈，看把你胡伯母给气的！你来到正好啊，你看看你们家儿子是怎么欺负娜娜的。 我来教训他，你看着，阿姨，你跟这个女人说，我是不是何开心的未婚妻？当然是了，你当然是我儿子的未婚妻了，还是我心目当中的准儿媳？妈，你给我闭嘴！你听到没有？这位小姐，我不管你是谁，我警告你，离我的儿子远一点，他不是你可以碰触的男人，他的心里已经有娜娜了。妈，你给我闭嘴！这么大的人了。 都闹得公安局来，成何体统？既然情况大家都说清楚了，那么就在这里，都签个字，就可以走了。以后别再闹事了啊！谢谢你啊，警察先生，给你添麻烦了。不客气，这是我们分内之事。走，站住！你不能走。啊？为什么呀？你的身份我们还没有核实清楚。我。哎。 警察先生，请你好好查查这个女人。我看她从头到脚都不像是个好人。没有，警察先生，她的身份证丢了，我可以给她做担保。啊，你凭什么给她做担保啊？你是谁啊？妈，你先别说话，我真的可以给她做担保。不行，这个身份没核实清楚，她不能走。警察先生，不好意思啊，你怎么走啊？她凭什么不能走啊？走吧，娜娜，走，赶紧走，不管她，我离开，走吧，走了，走了，你等我一下，走走走，回来，走吧，担保我啊。 坐下，娜娜妈，娜娜妈，别生气了，我想这其中啊一定有什么误会。哼，误会，是你们家何开心亲口否认他和娜娜的事的，能有什么误会啊？娜娜妈，别生气了，我想啊，这都是孩子们的冲动，我们谁没冲动过呢？年轻的时候是吧？其实我们家开心呢，还是很喜欢你们家娜娜的。 妈，哼，有他这么喜欢的吗？走，娜娜，再见啊。冒险进去了。哎，你回来。妈，他是因为我被抓进去的，我自己先走了，那不等他多不合适啊。你给我上车，快点。我不，冒险进去了。嘘，我先进去。 快点听我的，给我上车。啊，好啊，为了两个女孩争风吃醋，闹到派出所，你不丢脸吗？我都丢脸呐！爸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能控制得了吗？再说胡娜那女孩有多讨厌你，又不是不知道，而且是她心动手的。你不要把这件事赖到胡娜的头上，你这种人呢？ 能够找到这么一个又漂亮又懂事的女孩，是你的福气。想想办法，去讨好胡家，跟人家说对不起，没这个必要吧？你想悔婚吗？我跟他压根就没订婚，谈什么悔婚呀？人是你自己定的，你跟你妈妈说的，非她不娶呀。不是，我才跟胡董定下的这门亲事，啊，你现在闯祸了要悔婚，啊？ 你让我怎么面对胡董？这件事传出去，我们何家还有什么信誉？还有，胡娜怎么面对人呢？我又没说同意谁让你们给订婚的，报告你说，这个婚姻在我眼里根本就无效。我告诉你，我跟胡董有很多生意上的往来，要是你搞砸了我这件事。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！爸，你如果要拿我的幸福
我的婚姻就作为你利益的交换品的话，我肯定会让你失望。再说一遍，再说一遍，过来，过来，不过了。开心，快快给你爸认错啊！少说两句，少说两句。认什么呀？我又没错，我认什么呀？孩子不是这个意思，孩子他爸真的不是这个意思。我跟你说，他要是再在外面胡作非为，你跟他一起给我走人。这跟我妈有什么关系啊？ 什么？啊！别碰我！你放开我！一个一个都这样。你去哪儿了？喝成这个德行！爸，你为什么要逼我？妈，你为什么非要在爱情和事业上让我做选择？我先走了。 站住！你又要去哪儿鬼混？嗯，回房间去，给我好好反省一下，你自己该怎么做。我，你说什么？嗯，要我动手吗？要我动手是不是？嗯。